现在我们读神的话语。今天要读的经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九节。那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，由我来读。第四章第二十九节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三十一节，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请吃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彼此对问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你们请不说，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到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三十七节，俗语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三十九节，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庄稼已经熟了，我们请本堂高牧师。弟兄姐妹平安。哇，今天可以这样子讲到真的很好哈，感觉在生命里面总是神很大的特别的医治在身上，很感谢神。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，庄稼已经熟了。那这个题目大家都知道是撒玛利亚妇人前面的引言，是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心里面的秘密被耶稣讲出来了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心里面的秘密，隐藏好久的秘密被耶稣讲出来了，而且这个秘密是大家嘲笑但是心照不宣的那一种秘密哈，他的耻辱哈。第二个问题是心中的疑惑，我们祖先一直在说弥赛亚将要来，但是你们所教导的却到底是怎样？我们是在山上敬拜，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敬拜，耶稣说都不是心灵的问题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不是山上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今天你莫非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吗？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两个问题退出今天的问题，庄稼已经熟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庄稼已经熟了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好不好？这个我们读圣经读了好几年，这个都把它太理论化了哈。那我们现在试试看。庄稼已经熟了，我们用另一句话来做代替好不好？那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啊，世足赛已经开打了哈，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哈，要分出胜负。庄稼已经熟了，简单的讲就是要分出胜负的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。那我们来看世界足球赛已经开打了，我们要了解一下啊，这个有些人很有兴趣，有些人完全没有兴趣哈。那不管怎样，我们要大家知道哈，这是全世界疯狂的一件事哈！奥运会每四年比赛一次，哇，等太久了，还好中间插入一个世界足球赛，跟比奥运会的会员国还要多啊！世足赛的世界足球会员国比奥运会的会员国还要多啊！因为这个风靡全世界哈。那今天我们要在这边说，专家已经熟了，我们好不好用世界足球赛已经开始了一样的道理？因为怎样呢？要分出来，而且分出来之前哈，分出来之前，你看，为了争亚洲四个队伍哈，入选亚洲四个队伍，是亚洲各队拼啊拼啊，包括台湾也是拼啊拼啊。但是台湾我们已经习惯了哈，就看别人比赛就好了哈。但是看别人比赛也不错，你知道，看别人比赛有一种好处，就是不会台湾这个地方不会暴动哈，就是。你家谁赢谁赢都不差不了多少哈。如果我们有参加的话，我看大家现在可能不是这样子哈。公司老板会气死的，员工都跑去哪里都请假了哈。这个巴西他们哈，一有比赛，
老板自动换假的，哎呀，这个我就算有上班他们也不会来。那我们来试想，今天这个问题那么大那么大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有一个时间开始，不管你是哪几队，你拼出来，好不容易拼出来了，日本队、巴西队、阿根廷、乌拉圭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色。出发之前，每个人都带着一个盼望拿冠军回来。32个队伍，每一个队伍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冠军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所有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特色。那自己的特色，我们今天还是回到那一句老话了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场上赛跑了，每个人都跑；在比赛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跑，但是得奖赏的怎样？只有一人，只有一人。所以你不管特色怎样，不管带着多大的期望，告诉你，最后得冠军的就是只有一个。那各自训练，每一个人都异地训练，哇，拿到极地去训练，拿到炎热地方训练，各种的训练，每一个人都说我们的特色，我们这个带出来的一定有那个盼望。我们讲了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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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进入比赛之后很残酷的，很残酷的。我对这个蛮有兴趣的哈，我去看每个比赛的那种内容哈，控球时间全场，比如说全场有90分钟，我控球时间大部分60分钟是在我的脚下，他们只有30分钟，我管你30分60分钟，我控全场。但是最后射球的那30分钟射进2球，我只射进1球，我就是输。我不管你控球多少。今天在这时代里面，我们常说在教会里面不是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但是你没有得分，你就是输。弟兄姐妹，标杆就是这样子，标杆你没有拿到，你没有拿到，你不管在这时代里面多风光，在教会里面多有那种贡献，都没有用，都没有用。很残酷的，必须淘汰，各组都必须淘汰两个。那英国最近全国怎样愁云惨雾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被淘汰了。那我们在想这些故事，一组一组，这个是国家的荣耀跟国耻，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一队的，历史上有一队，在很重要的比赛里面，自己的队员踢进一个乌龙球，乌龙球就是踢到自己的球门里面，那个队员回去以后被人家啪一声暗杀了。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好像在国度里面是这个撕裂的一样，撕裂一样。当然我们今天谈的并不是说这样对不对，但是我要谈那种整个国家为他疯狂的感觉是什么。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专家已经守了，意思就是分出胜负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你的智慧应当如此，你的智慧应当如此。专家已经守了，跟世足赛很残酷的，你必须要出现，你必须要从这个决赛圈、预赛圈里面出来，而且最后只拿到一个冠军队伍。好，那从这个地方我要再切入，在这个礼拜我所经历的一个故事哈。那经过了这2个礼拜的故事哈，那我到山东去，那很倒霉，怎么在这个时候受伤呢？但是因祸也得福哈，就是在那个地方里面，他们就替我申请有轮椅的服务哈。那进去之后，我只担心那个中正机场的那个到登机门好长的一段距离，所以说有轮椅哇太好了。但是这个轮椅就把我推到那个登机门口的时候，我说谢谢，他说不行，你不可以起来，要不然推到飞机里面哈，飞机里面。那就整段时间他们陪我，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真的其实我也是真的是受伤了哈。那我也感受到生命里面不能动的感觉，但是不能动的感觉被人家服务的感觉，有一种情就是第一，自己是被爱吗？有一点啦，怎么这样子？但是第二，如果这世界有个制度，都是一个彼此配搭的这个教会里面，你倒下去，我就扶着你，我就扶着你到底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人间有这种制度真的很棒。
那右边这边是山东的，也是把我服务到底，服务到底，他要帮我服务到有人来接我，服务到有车子来接我为止哈。那左边这边是中正机场，两边都是哈，那两边都非常的客气，两边都对我很好。那在这故事里面，我就进入到那在山东里面啊，这吃的东西都很特别哈，很特别。到另一个国度里面哈，我觉得啊，真的很多不习惯。那这几天完全没有吃到饭哈，米饭都没有哈，然后有吃小米粥。小米粥里面一粒小米都没有，哈，跟上次一样。绿豆汤里面一粒绿豆都没有，哈，都是只有汤，真的。那我们吃的馒头很硬，那没有味道，那叫山东馒头。我觉得台湾馒头非常的好吃，哈。然后在那边，我吃一口沾一下菜汁，再吃一口，再这样吃，哈。那右边是宋安吃的，哈，他们那个地方比较好，哈。好，那。在这故事里面哈，我就觉得生命里面，那先把这些跟大家谈完哈。这是我们在一个工厂里面，上次就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。在那个工厂里面，那很隐秘，我们进去以后门就关起来，就我上次八天就在这里面，现在这四天就会在这里面上课哈，对外都没有哈。那左边这个小图是啊，这次我很高兴，宋安在那边带敬拜啊，我拉小提琴帮他伴奏哈。那这个。都父子这样一起合作啊，有生以来第一次哈，那我觉得也是很兴奋哈。然后其实我是要给他们这些山东的这些牧者羡慕的哈，他们流口水哈，哇，真的父子可以这样一起侍奉，真的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哈。他们很多亲子的问题非常多哈，而且非常的辛苦。他们亲子问题因为是一胎化，所以那一胎是宝贝啊。宝贝通常就是不听父亲的话的哈。那我们在这个当中，我们好好思想啊。今天我们所说，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这种感觉哈。那这是宋安他们那一班所上课的情形哈。那下午是晚，所以这是晚上他们的敬拜的训练哈。那宋安在那边的课程比我还多哈。哇，他比较受欢迎哈。这是他们跟一些学员拍照的哈。这个学员，那这是。我们所谓的在那个地方都是像，这是就是所谓人民公社啦，哈，这一整排晚上哇，好大片，这一排一排，然后全部都按摩摩哈，然后大家到晚上就是在农村的生活一样哈，生活一样。那我们在那边这样生活，这是我上课的情形哈。那上面下面是宋安上课情形，现在可能看不清，他现在正在放那个十方星给大家看哈，好。在我们上课的内容哈，其实我上面的档案，如果这个看起来白白的哈，其实上面档案就是我们教会所有的新闻片，就是为爱一周啊，还有微电影的，还有全国祷告日的，还有千人舞蹈的，还有各种圣诞节，还有各种2013的十大新闻，我们把所有的新闻片一个一个给他们看。这也是我们等一下要说的哈，我们不要讲理论，他们听理论也听很多，但是他们看到一个教会是那么荣耀的时候，他们都被震撼了，被震撼了。这个是等一下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体验这种感觉哈，这种感觉。那这就是我们那边上课的情形，这是大陆各地的主要一把手来上课的情形，一把手就是一个片区的主要负责人哦。片区就好像我们的教区一样哈，这个彰化地区所有的负责，或者是山东所有的负这个桃园所有的负责哈，他们最大的负责片区是10000多人哈，这最少的那个片区是1000人左右哈，他们来这边上课，那在这里上课，我们觉得生命里面，你看那前面那些小女孩哈，每一个都带3个教会以上，每一个都带，好，他们跟我分享说。礼拜二要跑哪里？礼拜三跑哪里？礼拜日哈，早上、中午、下午，他们骑着电动车走1个小时到那个地方，在聚会到那个，每个礼拜都这样走。那些小女孩也都是这样做的。好，跟大家讲这种故事，是要大家进入到专家已经熟了，你要做一些事情，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好，现在。这个故事，耶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，
他们就说阿比到这边我有，我们来吃来吃哈，这个就是一般生活，一般生活的就是拉比请吃，拉比请吃，我们读圣经他说的是拉比请吃，这个是一般的行为。但是现在耶稣说我有食物吃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世界足球赛已经开始了，你要得锦标，拉比请吃就是我们的一般球队，耶稣说我有食物吃就是我有强队，不用，我不用吃那个。今天这个要分别的时候，我告诉你我这边有得分的超级强队，我有食物吃，那我的食物就是我的食物，我的超级强队是怎么来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的，圣经是这样说的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，是你们所不知道。那诗篇137篇，这个是上礼拜我们所引用，做一个对照，对，做对照，你的超级强队已经变成死队了，就死掉了，被人家掳到外邦去，你们那个超级强队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有队伍了，没有队伍了。那今天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，这在这个地方所说我有超级强队不是一般的球队。今天专家已经说了世界足球已经开赛了，要分出胜负了。现在我告诉你，你要说这个专家吗？我告诉你我有食物，很特别的哦，不是一般的，是超级强队。那这个超级强队是怎么来的呢？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个超级强队是领受大能力的，我的方法是领受那大能力，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差我来者的他的力量会临到我身上，只要他的力量临到我身上，这就是我生命里面一个特别的祝福。那这个特别祝福还是要回到刚才这个照片里面，这些人不要跟他比知识，也不要跟他们比经历，因为他们为了来上这课，他们预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。他们上次来上课的时候问我，我要上课的是教会管理，那他们就给我看他们带来了教会管理的书有多少，从金陵神学院，从北方的神学院，他们到处，他们是各地的负责人，他们读过很多书。但是他们一听我们讲了以后，听到生命是诗人，是牧人，是战士，他们说没有听过这个，完全没有听过这个，原来生命要活出特质出来，他们就把他们的书统统收起来了，不要看那边书了。好，我们要看一个真正震撼我们的。所以如果你跟他讲知识，他们有很多，你跟他们讲经历，他们经历比我们大很多，因为他们经过文革，他们经过各种的迫害，他们经过被鞭打，他们经过各种好像很痛的那种撕裂伤，他们会有被抓，他们会谈被拆。你要跟他比经历啊，不用比了，比知识他们非常认真的，千万不要跟他们比背圣经，他们我们手上都好几本圣经，他们没什么圣经，只好怎样都背起来，圣经熟得不得了，但是在引用里面我就发现他们不太会引用，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跟他们比知识，真的真的，这世代并不是知识不重要，知识是一个引导，但是引导跟真的脚步是不太一样的，引导跟真的脚步是不太一样。知识常常让我们看到好遥远的东西，神的国度，但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会讲神的国度，但是踏不到神的国度，所以每个人都 stop 都不会动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国度不是叫你跑过去的，今天神的话是告诉你，他的话是你脚前的什么灯，不是马上到神的国度，是叫你往前走一步就好了，脚前的灯，往前，你只要往前走一步，第二步就会出现。但是我们常常好高骛远的，哇，我要那个，如果不是那个我就不要，所以每个人都停滞不动，很多知识人都不会动，都不会动，但是相信神的人会动一步，动一步以后他就知道那是真的，动第二步就更有把握了，那叫信仰。接下来就发现道路，
一步一步累积起来叫道路。那弟兄姐妹，他们看到一件事情，我们教会的所有影片都是道路，震撼了他们的心。他们每一个人都目瞪口呆的在这个地方，相信这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。震撼就是把神荣耀一步一步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弟兄姐妹，这叫得分，好不好？这叫得分。这个得分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请看，这得分是这个意思。圣经这个地方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你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前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来思想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，稗子跟麦子的比喻还记得吗？它就是一个收割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。收割的意思就是要把可用的留下来，成为成果，成为你的战利品，成为你丰硕的记号。但是收割的时候，同时做一件事情，把稗子撸掉，把它筛出来，筛出来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到，分出胜负就是这样子：输的是稗子，胜的是麦子。麦子要得荣耀，稗子要淘汰。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又来思想，什么叫做胜负呢？什么是麦子？什么是稗子？就是保留真实的敬拜。所以前面耶稣才会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：“我告诉你，真实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。你的生命真的是真的是有得分的生命，你不是我说我控场控制全场，球在我脚下时间有多少？”那个都是样子，你没有得分，你没有得分，那你从头一直控球就好，没有人会理你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都不攻到全场，我都是在后场踢球，那这样子好啊，对方根本不理你，你就是控球啊，因为你不进攻啊。全场你控球80分钟也没关系，我就让你一直控球，你不会得分啊，因为你完全不会进攻。很多基督徒时间都是球都在手中，机会都在他手中，侍奉也在他手中，恩赐在他手中，但是没有一步做得出来，征战不会得胜，假的，假的。弟兄姐妹，圣经照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保留真实的留下来，心灵和真实诚实，就是我今天要破碎我自己，真实看见我自己，我要改变，我改变就往前走，我只要一突破，活着就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只要基督一活着，世界就闪一边，就会得胜，就会得胜。那你的道路就一直往前走，往前走。这个礼拜四，万军宣教在我们来教会做见证，还记得吗？那个王老师，好，那王老师其实他希望大家叫王老师，因为他已经被叫王老师好久了，好几十年了。你知道为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在山东，我不是高牧师，我是什么？我是高老师。在那边你不可以说你是牧师，好，很麻烦的，很麻烦，会被提早送回台湾的，好。那我是高老师，他是王老师，他在那边所做的事情，他做了一个见证。他在维吾尔族那边的一个探访的时候，非常贫穷。他们那边是真的非常的贫瘠，没有什么生产，所以他们在很贫瘠沙漠地带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去探望一个家庭，那个家庭到很多都是寡妇的家庭，没有什么生产力，家里非常贫穷，一看过去家徒，你知道家徒四壁是什么？他们也没有壁啦，都是那种帐篷那种感觉，所以连壁都没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去那边要怎么勉励，怎么安慰他们说耶稣爱你啊。但是当他分享的时候，神感动他要说一句话，他说什么话呢？他怎么讲都讲不，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？你已经亲眼看到你什么都没有，我还要讲这种话吗？神说，我还是感动你讲这句话。诗篇二三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哎呀，他那么缺乏，我跟他讲这个不是风凉话吗？啊，主啊，让我讲一些别的话，或者是安慰你，或者是鼓励你。但是神就是告诉他说，你要跟他讲，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缺乏，我必不缺乏。然后他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就不晓得这个寡妇他们家里面听的是怎样。直到他们要走的时候，那个寡妇说：“王老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”哇，大概我讲的话让他生气的哈。结果他到那个边边，那个屋檐边边那边，哇，把一个洞挖出来，里面拿一个东西出来，五个鸡蛋，你要王老师，这给你。那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，他是非常穷的人，非常穷的人。我跟他讲，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好像在说风凉话一样。但是讲完以后，他居然是拿出东西要给你。那时候他心里面知道一件事情，耶和华在对他说，这女人是最富有的人。什么阿们？他做到了，我感动，我就要把这些给你。他说你的大祷思想是什么？我的儿子好久好久不见了。王老师在那跟他说，那我为你祷告。他不晓得怎么感动，他就感动了。你的儿子，愿神让你的儿子十天内回来。哎呀，他讲了这个话，他就后来就离开了。直到下一次会议的时候，这个寡妇的一个女儿来啊，这个他们那个地方的一个负责单位的女儿来，就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很紧张。哎，那个寡妇好吗？他就说，王老师，你走以后，那个寡妇就开始算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他相信你的祷告呢。哦，他很紧张。一直算到第十天的时候，他看到他儿子回来了。儿子回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得分？有没有得分？我们鼓掌好不好？把荣耀归给神。其实在我生命里面，我常常就是觉得说，主啊，我真的应该像每一次进球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起来欢呼一样。如果一个踢进一球得分的时候，我们也哇！我昨天看到那个英国跟乌拉圭打那一场哈，所以英国是输了，但是得分的那一场，他们还是抱着希望。我看到一射球进去的时候，全场跳起来，左右我不晓得他们认不认识，我只看全场每个左右的人都抱抱抱抱抱抱。弟兄姐妹，我有时候想，有时候我们听到神荣耀的见证是那么奇妙。我们岂不应该欢呼吗？所以我觉得我们赞美，我们敬拜，你应该是知道，是应该要欢呼敬拜。你的欢呼敬拜是神荣耀得分，在专家已经手的时候，你要分出胜负，你要分出胜负。在神面前，我们再次思想。第二点告诉我们说，专家已经手了。他不但是已经开战的意思，而且告诉你是怎么得分的。他告诉我们怎么得分：收割的人得工价，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那这个感觉啊，我今天都用这个球赛来跟大家比喻好了哈。你要得分，技巧很重要，能力很重要，还加上一个合一很重要。这次 NBA， 哇，我很快乐，因为马刺得冠军了，哦啊、不是热火是很厉害啦，但是就是很拽，就是蛮不喜欢的。但马刺是一个团队，一个很好团队。他在诉说他的故事的时候，每一个都可以得分。他的强项就是每一个得分都很平均，而且每一个都能够得分。而热火队是每一个人。都是英雄，每一个都是英雄，球技都非常好，但是都很拽。而弟兄姐妹，当我看到 NBA 这次是马刺得冠军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好高兴，不是我高兴，突然发现好多人都好喜欢是马刺得冠军哈。
那我讲这些，今天对不起，姐妹都比较没有感觉哈。那啊，有很多人还是有感觉哈。那下一次再举一些化妆品，不是的，这不能。其实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生命，让你够兴奋的是什么？够兴奋的是什么？好，看看吧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我有神叫他生长，有没有？可见栽种了算不得什么。浇灌的算不得什么，也算不得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也就是说，你必须尽你是前锋的位置、后卫的位置，或者只是训练员的位置，或者只是板凳的位置，你要尽你所有的位置，在那个位置里面忠心到底，然后浇灌的做什么的撒种都一样，前面打仗的跟后面看守兵器的都一同快乐，得分的时候都一同快乐。我还记得当公牛队那时候得到冠军的时候，有好几个人他们就很高兴，冠军戒指给他看，大家看，其中一个说他上场只有2分钟而已，所有的季后赛总共上场2分钟，他也得到了冠军戒指。但是没有人会说你没有资格，没有人会说你没有资格，因为所有的练习都是在一起，所有的互动都是在一起的。他虽然上场只有2分钟，但是背后好几天、好几十天、好几百天的训练是他们互动的，他们互动才能够把团队打起来，互动才能够把球技打起来。那在这个地方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的合一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真本事。真本事，下面写真本事呢，就是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。你就是真的有料，而你的那个料不一定是讲舞台型的，你那个料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。你必须要有料，你不能做无料的，你必须要有料。那你的料就是要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成为你整个团队的帮助，然后你在神面前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最后我们要讲出来，就是你这个队不但要合一，而且必须要有国的名字，必须要有国的名字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，知道吗？我们是谁的国？神的国，必须要有神的国。好，最后一点我们赶快来说，原来一个冠军队伍不是选手厉害，不是选手厉害而已，不是团队好而已，不是训练好而已，是关乎国家的啊，是关乎国家的。这二三十个人所做的事情是好几千万人一起呼喊的，一起呼喊的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说，专家已经熟了，今天是神的国度要一起呼喊了。神的国度眷顾你的心，你就知道你有多重要。神的国度眷顾你的心，眷顾你的征战，你就知道你有多重要。当你得胜的时候，当你得胜的时候，是神的国度一起欢呼的，神的国度要为你而欢呼。弟兄姐妹，圣经说，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了。意思当然，我们简单的讲，今天你得到荣耀并不是你的力量而已，是很多人为你所做的，为你所做。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就把埃及的所有财富都带走了。神让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，就享受迦南地里面所有的作物。这一切都是你不知道，神一直在预备，在你生命前面有如同云彩的见证人一直在你面前为你铺路，这是你不知道的。在你生活里面你还不知道的时候，耶和华以色列神早就在这当中为你做许多许多事，是国度在为你做，是一个国在为你做。今天任何的球队出去得冠军，你要知道经费是给的还是其次哦，你的训练也是其次，你的球技也是其次。弟兄姐妹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国度才是重要。你没有国度，你根本连身份都没有。
比如说台湾有一个足球神童，倒挂金钩或者铲球或者跳起来或者是顶球都一流的，对不起，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比赛，因为他怎样？因为这个国没有入选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个国，国度如果是荣耀的，他所带出来的荣耀是得胜的故事，里面所有的队员将会是荣耀。而我们今天在神面前，专家已经守了，开战了，要收割了。记得收割就是分出胜负的意思。好，那最后因此圣经就这样说了，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是因为那妇人所做的见证。简单的说，那妇人是一个好球员，那是妇人是一个好球员，他把荣耀的事情彰显出来了。但是后面再继续说了，后来这些人就照着妇人的指引去看了耶稣，他们看了耶稣，听了耶稣之后，圣经就说因耶稣的话信就更多了。那时候他们说，我信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亲自听见，知道这真的是救世主。也就是说，好的球员让大家有一个好奇心，你是哪一个国的那么厉害。但是真的让国度荣耀是当他们看到这个国度 的足球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原来这才是一个真正荣耀的地方，真荣耀的地方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国度的好球员，很多人从我们身上所带出来的柔和、谦卑、信仰、生命的改变跟蜕变，产生了很大的羡慕跟好奇心，你是为什么？但是他们真知道你是因为基督在你身上的荣耀，在你精神的改变的时候，他们认识了基督，你才是真正的得胜，才是真正的得胜。弟兄姐妹，神在这世代给我们新的故事，就是这样，永远都是新的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复制，你要去把我教过你的全部都教他们遵守。所以当我去大陆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两种事情，一个是他们被我们的教会震撼，他们兴起一个很大的好奇心，这个好奇心在最后分享的时候，他们讲了很多羡慕的话。那其中有一句我觉得蛮特别的，蛮特别，那个人说，我以前的梦想，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是要解放台湾啊，他们的教育就这样子，跟我们小时候教育一样，要反攻大陆一样哦。但是他说，他讲完以后，哇，全场都一直笑哈，因为他要解放台湾哈。那我说，哎呦，解放台湾。然后他第二句话就说，但是现在我的梦想是要到台湾去学习教会。我现在我的梦想是迫不及待要到台湾去学习教会，因为在那里看见荣耀，他们震撼到了。他们到晚上的时候不是讨论，他们到晚上的时候不是在讨论课本，他们晚上在讨论自由行，到台湾自由行的方法。他们在检查你的省可以自由行，你那几个城市可以，我们这个不能自由行，他们有分哈，几个城市不能自由行，但是一个方法可以参加旅行团，那几个可以自由行的主旅行团，让这些不能去的进去他们当中，他们说什么时候要来，什么时候要来，我就欢迎他们，你随时来都可以，你要来，我就让你看到台湾的美丽，神在台湾所做的事情，神在台南圣教会所做的事情，我保证让你看到生命的喜乐跟眼光。弟兄姐妹，神的故事，我告诉大家，这叫做得分，这叫得分，震撼叫做得分，群起而欢呼叫做得分，而且为
对手而欢呼，那才叫做荣耀、钦佩。弟兄姐妹，复制这些门徒，我们这些门徒会复制到大陆去，我们这样的门徒、这样的荣耀会复制到台南很多以外的教会，会复制到很多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恳求一件事情，我们必定要得胜，我们必定要荣耀，我们必须在末后时代，万物的结局已经近了，你必须要得分，必须要得胜，分出来很明显哦，淘汰就是淘汰，你不管你球技多好，淘汰就是淘汰，不管你都会思会，不管你都会讲话，不管都会讲道，你没有得分就是淘汰。今天神要让我们告诉我们，你控球的时间不一定要长，但是你抓住时机得分，你就赢了。今天我们在时代里面，机会在哪里？机会在哪里？我们盼望在神面前可以知道，机会过去就不再有了。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等候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学习更爱你，我们也学习明白你的心意，明白在这时代所要发生的事情，教导我们更加进入到神的荣耀，也教导我们得分，因为得分，我们四周围都会欢呼，神的国度也会欢呼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就让敌人或者让对手都羡慕，让各方面开始转变方向，来学习，来跟我们，我们就发现我们跟主耶稣跟对了。求主你引导我们在生命里面做一个真正荣耀跟喜乐的生命，献上我们的感恩，这是我们祷告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这首歌 Alpha and